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平市高铁站的站前广场，是从武夷山乘坐武夷有轨电车的一号线到这儿的，大概用时40分钟，全长约26.18千米，准备买张高铁票前往下一座城市。这里进站检票了，这周围啊是停车场。进站口已经检票了，哎，这个口快，第二候车室，哎，现在还在检票当中，快速。哎呀，幸好还好列车晚点了，这班列车这有电梯。您好，搭乘电扶梯时请注意抓稳黑色扶手带，还好列车晚点还没进站。乘坐该23384列车的旅客请注意安全，请站在高2338次列车进站，福州始发，途经闽清北、延平、南平市武夷山北、五府山、上饶、樱桃北、抚州东、南昌西、宜春、萍乡北、长沙南，还有衡阳东、永州、泉州南、兴安北、桂林北、鹿寨北、柳州，最后到达南宁东。我是从南平市上车，在上饶下车。这一站停车时间比较短，这个方向第五车是餐车，去找我的座位。列车缓缓地从南平市火车站出发了，对面是武夷客运总站，大概40分钟之后到上饶。旅客们，武夷山北站到了，在武夷山北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有序下车。旅客们，列车经过了武夷山北站到了，武夷山北站下车的旅客，这是车站口，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有序下车。这一站上车的乘客挺多的，时速300千米每小时，和磁悬浮速度一样。其他车厢也满座了。旅客们，武夷山站到了，在武夷山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。这站经过了五府山。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上饶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welcome you aboard the high speed rail. 旅客们，上饶站到了，在上饶。
饶站，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有序下车。开门下车，这就是我乘坐的高2338次列车，40分钟，从武夷山到达了上饶市，下面就是出站口。站口出来，到达了上饶火车站的站前广场。看这里，有两个站牌，这边是火车站，旁边还有客运站，交通枢纽。下面有出租车、公交车，公交车的位置在斜对面，这个入口。乘坐15路公交车。公交车下来，经过了中心广场，对面是中山路，在这周围去找住的地方。旁边是步行街，从这里穿过去。草莓摇摇满心，美食超市、小吃街一应俱全。在步行街上找到了一个酒店，灯打开了，这就是我在步行街花150住的酒店，面积有30平。这是卫生间，马桶和淋浴间是分开的，牙刷、牙具、毛巾、浴巾。这有假花，送我了2瓶水，有镜子、衣服柜子。再看一下，这是地板，2010年装修的，这个地板踩上去都有点软，不过手机摔下去应该没有问题啊。这里有拖鞋，把拖鞋换一下。1.8米的大床，挺宽的，电视，有空调遥控器，空调是坏的。再看一下这个沙发和桌子，挺给力的，原来空调在这儿呢，挺灵敏。下面就是步行街呀，这周围住的地方还是挺多的，吃饭也特别方便。大家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？